爱你，就爱你到永远。接受我吧，我愿意。你不能喜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女的，你父母为了继承家产才对外说你是男的。怎么证明？这该选择谁？你不能喜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女的，你父母为了继承家产才对外说你是男的。怎么证明？你不能喜欢。为什么？你的父母是因为你要继承家产才说你是男的。怎么证明？二一，撤了。肯定得争取，二一。